这个门了啊。朱老师，白叔，哎呦，两个人好尬呀。好好好好，和证婚女孩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宇，朱一龙。我现在把那个手机放一下，好吧？来，等一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两位是不是都第一次来长沙？是，不是？那朱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美食可以推荐给白叔的吗？虾，我都知道，昨天来的时候我都知道吃了，我没吃，他给我推荐的那个。那个虾，那个湖南米粉，对米粉，虾什么叫什么虾泡粉，还是没吃过虾拌粉，虾拌粉，没吃过这个。那今天打算一起去吃一下吗？今天有时间，我上去找的话，对对对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角色揣摩都很深刻，那你们是怎么理解对方的角色的？我觉得他已经揣摩得很深刻了。对，对方的那个角色，其实我觉得就是龙哥呈现出来这个样子。我想象中就是这样，南龙哥确实完美。我们在商业没有，我很走心，感觉到了。但是那你说你的商业不吹，那我也不能怎么样。龙哥对白叔的角色呢？我觉得他演的稍微有点太好了。哈哈哈哈，完全就是赵一伦本人。哎，这怎么弄？确实，六我自己鼓掌。So what the？朱老师在剧中饰演了正反两派两个角色，那是否就是这位女孩问你在演戏的时候会不会有精分？我还挺精分的，特别是我拍到最后的时候，每天是就是拍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那边环境又比较热，然后一会儿我觉得换成黑袍，一会儿又变成夜色，对，一会儿跟他是同伴。Oh, dude, he's flirting.我的小云兰在哪儿？哎呀哦！我还是想你死。Excuse me？ 啊！一喊咔之后，你又回到了你自己，对，又很分裂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。赵。点能坐着就不站着，点能躺着就不坐着，点云兰，是白叔给角色特殊的设定吗？就是这个事我也想采访你，就人家说完之后我一直没发现，但有一天我就看了一集之后，你连马桶都坐。Well, that's not a question. 那就是想坐啊，怎么我就是想坐？你怎么？你看，我有一集去那个野外坐，有个石头，我还坐着的。石头坐我能理解，床坐我能理解，可是你连马桶你都坐？那马桶不是坐的，那是？难道你是？哦，明白了。Fuck, can I live? Can I live?Can I fucking live? 彼此说一下最喜欢对方的是哪个表情包？你自己笑啥？你自己笑什么，龙哥？Stop going back with the bullshit, cause I already gave it to you. Next question, Tamika. Stop trying to motherfucking play me for you don't get what you need. Next question, Tamika. 猴哥，你真了不得。说一下最喜欢白叔的哪个表情包？哪个表情包？四个人包都很好玩啊，确实幽默，哇，啊，对，有深度，对对，这除了没有深度之外，什么都有。I was just kidding. Come on. You guys know I was just kidding, right? 好好学习。一人转两次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大家理解，龙哥毕竟还是年轻嘛，年轻气比较盛。More of the story is don't piss me off. Do
will make me mad. Don't get on my bad side. 你转就转，还把我给烧了。烧人。Not my problem. 先给他们表演一个那个成语接龙，四字接龙，只要四字的都可以。我连挺有意思的，来吧，成接到什么时候去了？就谁接不上谁就输了呀。龙哥真帅 ，Boy Feel， 帅帅大头，帅气冲天，天下第一，一帆风顺，顺顺利利，利滚利，利滚利，啊，龙哥输了。龙哥要不要再加时一场？我不要跟他比，他太幼稚了。Boom。A child， 厉害如你，是不是？这叫成语。我说四字，我没说是成语啊。那天下第一是你们待会儿回放一下，听刚刚。我说他每次。我说了，先别说话，是可以说话。啊 ！Oh my god！ 他每次都是这样，然后说完之后不承认，这会有录像。我没有，我说到时候你们到时候脑回头看，你看他有没有说成语。我不怕，我说四字就行，我说四个。你说了四字，我说是成语接龙。待会儿回去看我。我说了成语接龙，但是只要是四个字就好。好，那白说了。今天给他们表演一个那个成语接龙，四字接龙，只要四字的都可以。I think I was confused by the assignment.